来，过，加七，来了，加八，过，呜，加九，各位观众，气在来，加九来了，我要换工了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各位一路支持阿贝到现在，我要换工了。阿贝，我来了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贝，欢迎回到阿贝的手游频道。我还有另外一个娱乐频道，大家可以帮阿贝订阅一下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今天是阿贝这一服开服的第84天哦。那我们现在氪金程度啊，就氪了3000多块啊，3000多块。那上次有观众问阿贝说，诶，为什么你的这个氪3000多块整体的机体感觉还不赖，究竟是怎么撑上去的？那最主要啊，就是去撑我们的那个收藏库啦。我收藏库呢，基本上就是有资源啊，有钻石啊，就拼命的往里面塞。因为他上次看到我的装备好像特别烂，他就在想说，奇怪，为什么攻击可以这么高？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去弄我们这个收藏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现在钻石啊，有1000块的这个钻石，那我现在啊，想要来提升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机体，来看一下加攻击力有没有不错的属性可以来加的，哦。60哦，410，差不多410可以去加到一点的攻击力。我们再去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划算的远距离攻击力。哦，这边有两个装备都是能够用做的，用制作把它给做出来，那就还不错哦，就这两个。那我们就可以来去消耗一下我们的这个防卷了。我现在防卷呢还蛮多的，加上最近啊送了210张卷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马上啊就来去给它提升一下。那我们要做的是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一下，能白嫖的我们先用，好不好？能白嫖的先用分身把它给弄起来。咦，刚属性不是远距离攻击吗？诶，怎么消失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消失不见了？怎么都变成完成哦？点错地方。我要做生锈的护手，还有女人头箍。生锈护手跟女人头箍。OK， 我们先以这个生锈的护手为主。来用我们这个分身的防卷非常多。那这次的活动啊，8月8号的活动啊，有送了差不多210张的这个强化书袋，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好的利用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做这个，哎，看是生锈护手吗？应该是吧，我应该没有记错吧。做个应该要做个三个啊，这个多做一点也没差，对不对？这个多做一点也没差，做个五个出来。一般来说啦，差不多要8个哦，要8个，我们就做8个好了，做8个出来，然后看我们的脸哦究竟长什么样子。来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没错吧？远距离攻击。远距离攻击加一的 ，OK， 哦，没错，好，生锈护手，我们先来把它弄到加八。那这个点起来基本上不用什么成本，对不对？不用什么成本，因为这个券是白嫖的嘛。然后装备我们也可以制作出来，所以基本上不用成本。来，会不会第一个就过了？不会吧？吓我一跳！我以为第一个就过了，那有点厉害啊！哇 ，OK， 第三个，来把我们的卷轴给它消一消。哎，不是吧？已经爆3个了，
平均啦，期望值啦，差不多八件会过一件，会有一件到加八。来了，就是这件了吗？上加八，呜、哦，在期望值之内，赚烂赚烂。来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全套存进去。哎、欸，那其他的话就先拆掉了吧，啊，不然等一下搞混了啊。把这个把它拆掉。OK， 耶、yeah, ，在期望值之内耶。好，那再来我们做一下这个头盔，女人头箍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不要塞错咯，不要塞错咯，塞错会亏烂哦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女人头箍，来，我们一样做八个出来，女人头箍八个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一直传承下去，传承到下面的人。我们尽量就是我们的卷轴就是这样来消耗的，当然你想要拿去卖钱的话也是 OK， 对，你想充装备、哦、拿去卖钱的话、哦、也是不错、哦、也是不错。 OK， 我们就把它强化上去吧，把这边的这个卷轴给它消耗完。 OK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5678、哦、存进去。好，换下一只。还有那个饰品卷，现在也很多。我现在比较缺的就是武器卷吧。武器卷上次冲了一个加八的弓出来，加八的赤焰。哎、欸，应该不叫赤焰，赤焰不是这个游戏的。烈哎哎，什么焰啊？有点忘记了。来，我们先把它冲加八喽。这边有40张，40张。我刚运气蛮不错的、欸、很快就出货了。不会吧，又是第一个就出货了。我靠，你、欸、这第一个都差点就直接加八了、欸、好扯哦、喔。第一顶就直接差点加八。我过再一个加八。我靠。呜哇。直接赚烂欸，哇，嗨 ，unbelievable， 竟然有这种事情，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不敢直视啊，完全不敢想象，竟然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来看一下，哇，拿出来喽。薛海啊，薛海，薛海啊，在我们远距离攻击就加一了，白嫖，赚烂赚烂赚烂！哎、欸，我先进去找一个练功点先挂着，然后顺便来看一下啊。算了，那我们就随便飞吧。有个挂机点还蛮不错的哦，还蛮不错的。这个鳄鱼栖息地。这边挂机点还蛮不错的，把它设定大一点，设定25范围，30好了，30范围。OK， 我们来继续的看一下，还有没有什么不错的属性我们可以白嫖的？这个棉裤好像可以哦，只不过另外一件哇，另外一件没有，所以没办法。好，再我们来看一下饰品的部分。哇，饰品我现在还蛮 OK 的。哦，像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哦，因为这个要花成本，你必须要去买这个老旧的绑腿哦，那可能就要花蛮多钱的，就比较不划算。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比较还好哦，就不推荐先用这个。虽然另外一个卖蛮便宜的，哦哟，哇，这才卖132。哟，那还冲这个腿好像不错哦。哇，加八才卖132。虽然说饰品我也想自己来冲，毕竟说我这个饰品还蛮多的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鞋子好了，加6的120，加5的41，加5的41，那加5的，我看一下哦，
加五四十一，如果我们要把它冲到加八的话，大概要几双啊？四十一除以0.65852，然后再除以5639，0.5639，再除以0.4744。哦，大概需要快八双欸，对，差不多欸，六四二四，差不多六双哦。等于说我自己冲的话，我要花200多钻，看这个光买这个鞋子就要200多钻了，好像没这么划算。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属性。对，而且还要买另外一个欸。光买鞋子，如果这个可以用做的话，我就可以直接用了，对啊，就可以直接用了。这个还蛮不错的，还蛮便宜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，还有没有什么不错的属性？这个也没办法用做的。武器的话，我现在卷轴没了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哎，那这样子等于说远距离攻击跟攻击都不行了。好，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额外伤害好了，额外伤害这边。哦，这加八锤我有了啊！哎，这加八锤现在我自己有，然后我再买一个153，哎呦，可以哦，那我自己拿下来好了，不卖了，卖半天卖不掉，自己拿下来卖，拿下来用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哦，来加这个额外伤害加一，这样等于说花了差不多哦，也是花了快要400了。我应该先看有没有加七卖很便宜的，好，这样我们可以获得到这个额外的一个伤害增加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不错的，200多，哎呦，这200多算是还不错哦，这个价格。可是这个绿石柱的护手就比较没那么讨喜，这价钱就没那么讨喜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才卖108109。哎呦，哦，这两个都可以制作的 ，OK。可是，哦，这边有一个卖244，那我来强化这件蒲公英，蒲公英是什么？蒲公英的披肩，哦 ，OK。我们下一个目标，蒲公英的披肩，哦，不错哦，哦，这个也可以哦。蒲公英的披肩，还然后这个紫水晶手环，哦，这边再花299，好像这个价钱我觉得是 OK 的，哦，我觉得是 OK 的 ，OK， 蒲公英的披肩，然后加紫水晶手环，蒲公英的披肩，紫水晶手环，来。紫水晶手环，那我这边做八个，还有蒲公英的披肩。哎，紫水晶手环是不是要那个啊？哦，要拍谁？哦，断给掉，喝个水。嗯？蒲公英的披肩怎么不能做？因为我刚看可以啊，我就想说奇怪哦，可以，在这里是这个没错吧？应该不会弄错吧？等一下看一下，等一下复查一下，复查室后宫甄嬛传看太多哦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复查室。OK， 有额外伤害加一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已经没有防卷了嘛，对不对？把它存到下一个人那边去。来，我们的 DJFJ 看起来好像那个
机器人，机器人的名字。来，这里，我们这边有几张哦，还有很多张呢。啊，先拿个事件出来吧，好不好？先拿个事件。来了，神之手又来了，这只运气好像还蛮好的。下巴了，直冲，直冲，冲上去！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吓死人！期望值是八件，哇，八件，哇，怎么开始狂爆啦？爆也不错啦，爆也不错啦。等一下后面就会过了，过，过，就是这件了。靠腰啊，完了，要低于期望值。哎，拿不了那么多件啊，拿一件就好了。OK， 那这里把卷轴用一用，哇，分身真好用。我们把这件存进去，我顺便把这个东西拆一拆了吧，好舒服哦！刚两件就直接点上去了，哎，刚好又拿到一张，存进去好了。OK， 我们再到下一位。人欺我最爱，奇怪，怎么会有这种名字？难逮啊！该过了吧？不是吧？不要开玩笑哦！哎，绿装是不是比较难冲啊？哎，真的哎，不会吧？白装是不是比较好冲啊？七、八，过了，就这次了。靠！完了，期望值之下，哇！期望值之下，靠，这怎么感觉比较难冲啊？好啦，实践了啦，实践要有一个加八了吧？不要开玩笑啊，对不对？可以了吧？实践去了欸，六，哇，真的爆光欸。爆到哭出来，好吧，我们再去下一位了。看来人妻我最爱，有点雷，不爱了，不爱了。OK， 我们再去这个下一个小熊爱打球，小熊爱打球，来，哎，自己强化好像是比较划算啊。对，去买那个房卷，我们最近的视频卷一张变 0.5 块，靠100钻可以买200张欸，对不对？看自己冲还比较划算。对啊，去拉别人还比较贵，靠腰咧。欸，这怎么，哦，这个房卷。欸，披风的这个。自己冲比较划算啊。我这边好像还有五卷，我靠腰嘞！欸，时间都爆光了啦！我这里好像还有五卷，有吗？哦，也没了，也没五卷了。这边我这次活动有买了吗？看一下，这一次的活动我有执着人吗？好像有了。哦，这个还没做，可是我的粉不太够。这粉要存进去。嗯，是我眼哦，它可以直接从仓库做东西哦。哦，是哦，这么方便哦。蛮高，我想说奇怪，我身上没有啊。好啦，十二件了，可以了吧？已经很衰了。
十二件哦，先强化这个可以交易的。哇，不是吧？欧了两次，这件那么飞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靠！吐血！几件？我已经不想算，十四件了，是不是？靠腰！哎，十四件啦，兄弟，该过了吧？七、八，就是这件啦！哇！哇，终于过了！哇，吓死人！十三件过，有点小衰，但是综合起来呢，还是算蛮幸运的。综合起来，就是全部综合起来，还算小幸运。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。我发现四瓶卷不好冲欸。四瓶卷都要，除非是白色的吧，不然都需要用到那个三色，那超不划算的，那超不划算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注意一下 ，OK。那我这边再买一个这个244，哦，这244便宜耶，有便宜吗？欸、有啦，一张五卷蛮贵的，啊，一张五卷蛮贵的，一张五卷要五钻呢，啊，蛮贵的啊。哎，不会，干自己冲会不会比较划算啊？对啊，我自己冲。现在一张五卷多少？我们这边不知道什么物价变超便宜的。哦，一张六，哦，那应该不划算，自己冲应该不划算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们下一个属性要点什么？要点什么蛙哥？哇，你看这样子，我们的额外攻击，哎，这样我们的攻击已经加到三了哦。对，花一点点小钱啊，攻击来到加三哦。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什么 CP 值不错的，这个是不错啦，可是没办法做，就有点可惜啊，没办法把它做出来。这绿色饰品又做出来又超贵，就这边感觉都不划算，这边感觉都没合啊。好像没有比较好的，性价比比较，哎、欸，这个还不错，哎，这个才加起来400加一点的额外伤害，还算可以。我现在差不多就是400加一了，然后400加一，我看一下武器的哈。哎、欸，远距离那个攻击跟远距离已经没了吗？我看一下，这个都不能做啊，好像没了，高级的。其实骑这还蛮不错的，这个要500，哇，真的没了。OK， 这两个都没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武器攻击力跟一般攻击力，好，看有没有比较简单的。哦，像这个就不错，这可以制作，可是这本身就便宜了。嗯，那这样等于是300加一耶。嗯，那我可以来冲这件，对不对？一张防卷多少？我看一下。一张房卷两钻，哇，可以买100张哎！我们张的经验下来，100张稳过的啊，对啊，直接自己拉钻下来都比较划算，自己冲，对不对？哇，所以我刚基本上拉那个是有点小亏哎，但武器五卷就比较贵啊，就五卷比较贵，所以你要看你们那一幅的物价。我们来看一下。所以这个武器攻击力，这个我可以自己买卷轴来冲，加8的话差不多，这可以买100张哎、欸，啊，100张肯定会过的吧，肯定会做出来一件的吧。OK， 所以我们来弄这个棉布上衣。OK， 我们来做这个棉布上衣，那个饰品才80。就不要浪费了吧，啊，才80而已。
80的话，但是我们这边的四瓶卷也很便宜啊，我们自己做出来弄也比较划算哎，对不对？80算可以买，可以买几张啊？80除以0.6了啦，可以买100多张嘞，自己冲都比较划算，对啊？怎么会这个样子？我看这房距怎么1.2啊？谁卖1.2？先买起来！我操，缺钱是不是？他有点缺钱是不是？我靠，卖那么便宜啊！人家卖1张2块，你卖1.2。OK， 那我们下一个来强化一下那个我们刚刚那个白色的那件盔甲，好不好？白色的那件，来，搞不好我自己这边就过啦。啊，先用分身去强化好了，到时候本尊可以边挂机边用。先把分身的卷轴消耗掉，那我也可以来充四瓶啊，反正四瓶卷也是便宜嘛，刚是格里芬的嘛，把这个资源消耗掉，然后防具、棉布上衣，靠北破产了，啊，看他没金币了。这边来一点，我这边还能好卷轴，可是我没金币嘞。哇，我没想到会没金币耶，有了20几万了，又20几万了，刚领了一下，吓我一跳。所以这个房契最好还是本尊来做啦，对啊，分身的钱就省着点，对不对？但没差，这边先做好了。分身的钱要省着点。OK， 一个雷区好不好？大家自己稍微注意一下，不然到时候可以一件。那为什么我要一件一件充？因为这是绑定的，对啊。等一下充完多一件出来你也用不到，所以就一件一件充就好了。顺便来消耗一下这个四瓶卷，升起来靠腰。前面还有很多个角色的可以用，我们刚40几张嘛，好像差不多。哇哇，破产欸！没有了，没有破产了，吓我一跳，快破了，快破产了。所以装备还是本尊来做比较好。哇，全部曝光是怎样？开始非洲了。再一次防具的，刚好这边边强化，还可以边拿卷轴。哎呦，不错，再把这个拿出来冲一下。来哦，加五啦，兄弟们，龙门扣的啊，加五！干！看你的嘞，这个拿去给本尊好了。等下本尊没钱呢，本尊没钱就尴尬啊。OK， 来，我们来冲这个吧。把我们的分身直接榨干，吃干抹净。哇！怎么好像有点非洲啊？开始飞起来是哪一招 ？OK， 都没卷了吗？榨干了，直接榨得干干净净哦。榨干我的分身，这个还可以来做一个，这个
炸好炸满。OK， 好，换最后一个。等一下还可以再回头去强化我们的那个视频啊，哦，视频。子豪你在做啥？子豪在做啥是哪一招 ？OK， 那这边的我的这次的活动还没做哦，这边可以做30个。哦，这边还可以做这个10个。十个鲜明的匠人之魂。OK，好，挖干净。OK， 好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刚刚的挖哥拿出来强化一下了。哦，这的钱还蛮多的。这只的钱还蛮多的。我看一下能不能做工啊？没有，强化。来，我们先强化工啊，重头戏，直接强化到加8了，加9了啦，因为我已经有一把加8的了，对啊，会不会直接加9啊？不要吓我干，太小，看直接爆哎、欸！一点面子都不给，什么鬼啊！我好像一个加8的都冲不出来。要啊，给点面子啊！加7，加8来了，靠腰，张你还爆？看这碧玉腰带有没有什么好属性可以加好。有没有什么加8的好属性？远距离攻击，可是这我应该用过了。这加到8也可以拿去卖啊，啊，加到8也可以拿去卖。好了，来一个8吧。妈，最好是一直爆了，洗得烤，能做两个。怎么办？啊，还有武器嘞。还有五卷啊，五卷就先留着吧，到时候再强化。来，怎么后面开始飞舟啦？期望值8哎、欸，现在已经做10件嘞、欸！哇，起了了，哇，真正起了了哇，快气死哇！哇，可惜哇！那至少来个盔甲吧，盔甲比较值钱。哎、欸，饰品没点过就算了，反正便宜，对不对？来个加8的，靠腰差一点。哇，直接烧掉哎、欸！不过的就早点爆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早点爆一爆，不要吃我的卷，干！好像开始非洲人了，非洲人的时间到了。OK， 榨干抹净了。我们的哦，这边还有17张可以直接存进来，赞哦。然后这边还有10张，10张怎么办？哎、啊，我这个强化书袋还没开哦，我靠，忘记了，忘记开了。哦，那我还有机会哦。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你刚存进去哪一个盔甲有存？哎、欸，没存。哎呦，我们看起来还有机会哦，就是这件了，就决定是你了，来个加8吧 ，baby。靠呀！啊，飞到怀疑人生了。十件上衣，十件上衣，然后12件项链，十件上衣，12件项链，十件
上衣。哇，直接烧掉。看是不是非洲的时候就不能一直点啊？超飞的，看，不是吧？过，哇，好惨哦，惨不忍睹哎！哇，一直爆哎！没有在跟你客气的哎。结果竟然后面直接非洲飞起来了，飞到底耶！刚刚欧到底，现在直接飞到底。OK， 至少我们把我们这个分身的卷轴榨干了。现在还有就是，视频卷哦，还有很多视频卷，对不对？你去榨一榨，你去榨一榨，这个都可以存进来。把我们的分身榨干净，把它榨一榨，没东西榨了吧？没东西榨了。OK。啊，我应该用这只多做一点饰品的，多做几个饰品存进去。我们刚刚已经总共充了12个，做了12个饰品。我们再做个16个，我就不相信一个都没有。16个呢？不要开玩笑哦，我怕人家其他人没这个钱了，所以先用这只来做。小熊爱打球，还有视频卷吗？好像没了哈。看一下，好像没了，这已经被榨干了。小熊已经被榨干了。再来是我们这个人妻，现在话我们要来榨干人妻了。给那里那里飞飞的啦，非洲人呢呀、啊？来，还有这个，防具已经没用了，已经没防卷。来吧，这个饰品卷还挺多的，加吧。看过嘞，哎呦，可以哦。哇，这样等于说我浪费4个，来先放着好了。那这样等于说我总共是12件。12件的装备，然后冲出来一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用本尊把它领出来，然后我们继续去强化，跟他拼了！我就不相信，好不好？我就不相信，我们过不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用我们的，睡妖。我们用我们的本尊来冲，我们先把这个塞进去，这个先塞武器攻击1+1，对不对？先塞进去。好，这件我们自己冲，被人家买掉了。刚刚本来，怎么不能买？刚不是看到有人卖800多吗？完全没人卖了，200多啦，看有人卖200多，被拉走了。我们这边有129张，来了，已经10件了嘛？刚刚已经10件了。OK， 我们再做个4件，哇，又小衰了，又小衰一下了，来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靠腰，感觉要来了吗？过，我们现在饰品卷还剩蛮多的，就是小号身上。哇，12件呢，不要开玩笑啊！该过了吧？就这件了，过，有了！哇，划算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我们最后冲了，11件才过哦，11件才过。不过我们卷轴没有用到100多张啊，对啊，这样就赚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
不错的属性，看一下，最好是能用做的，因为能用做的哈，我们就可以省掉买装备的钱啊，这样就比较划算一点。哎，我们刚过这个，我看一下，我干，这这么便宜啊！这个我看一下，这个做到多少钱？哦，这个做不用，不用不用那个素材、欸。哎呦，那不错哦，那这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自己把它生出来，好不好？殷红手镯加八，然后这个棉布披风，哇，这没办法做哎、欸。像这个就要自己买，就比较不划算。但是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殷红手镯弄出来，然后看之后有没有人卖比较便宜的。哦，这个战鞋就可以，可是这个项链又不行。哎、欸，按错。看一下，我这都卖蛮便宜的呢。哟，枪指一趴。好啦，我先把这个殷红手镯哦伸出来，好不好？这一次我学聪明了，这一次我用本尊做过来，不会第一件就过了吧？我们准备了九个，九个，再来继续给它拼起来，拼起来我们就省下100钻了，对不对？好克难哦，没办法，平民就是长这个样子。加八，靠腰嘞。干，100钻差点就入袋了，哭啊！40几张卷呢、啊，我们可以稍微算一下，40几张的卷，哇，可以记录一下平均要几张卷，我有点小非洲了。OK， 人气也被我们榨干了，人气身上也没卷了，好不好？也没有卷了。OK， 那去换角色，还有两只可以榨。哎、欸，我那个武器五卷好像还有哎、欸，对啊，还可以再来榨一下。哎、欸，这边也有五卷哎、欸，嗯、啊，这边怎么还有五卷呢、啊？买个这个试验弓来冲一下好了，来冲一下。等一下拿去给第三个，看能不能冲个加九的加九弓。哎、欸，哦，我这个还没领出来，这只快破产了。这只快破产了，来出货，出货！靠腰，这好像快要80张没了，快要80张卷没了。运气有点不好啊，照理说八件要过啊。以这个几率来说啊，期望值啊，好妖，那这个要破产了呢。这个我、哦、又有两个五卷，所以哦，来这个加五就赚了，呸回来，呸回来，有，嘿嘿，呸回来了，这个可以把它放进去 ，OK， 这个把它，哎，这个等一下，搞不好又有。那我们现在还需要，我不知道我的钱够不够哎、欸，剩几万啊？哦，40几万，为什么那么多、啊？怎么那么多、啊？刚不是快破产了？再做个两个，还是用本尊做比较好。干到时候真的没钱强化，好像蛮亏的。因为之后可能还会有活动，还会再送嘛，对不对？只是没想到脸这么黑。看自己真的有点黑、欸，是爆哎、欸！别再爆啦！看，叫你别再爆了，又给我爆！我看一下，再做一个好了。
懒得换角色了。20000，反正到时候可以买那个，到时候真的缺钱买那个黄金碎片来弄就好了。我卷轴还剩几张？剩5张。哇，这么干脆的吗？直接清的超干净。OK， 这个也被我榨干了，剩下最后一个小萝莉。这小萝莉好像还没练到40等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干这才10几等呢、欸，我这十几等，他这边好像。就是那时候练到一半，哦，练到一半，这钱还蛮多的，40几万。这边好像也有那个视频卷 ，OK， 这个视频卷就丢到仓库去吧。看一下，这边有视频卷吗？哦，有36张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已经花掉了80张哎。花掉了80张，还没出货，做5个了啦。这样等于说总共做了几个？做了15个，15个哦。120张卷，主要看卷啊，主要看卷。我消耗了，现在消耗几张了？快100张了。可100张也才50钻而已啊！那个买一个是100钻啊，所以你有200张的机会可以冲啊。该过了吧？来，就是这颗，碎啦！赚100多张，100出，然后还可以再去赚个这个。1张5卷，加减胚，加减，好克难。OK， 哎、欸，那张等于说我又还有13张的视频卷，13张的视频卷，等下再换回来，最后快榨干了啊，算了，那13张的视频卷就别榨了吧，对，之后再来榨，多的是机会可以榨。啊，这个可以先拿去。那个弓可以先拿去给那个，给最后一只来冲，对，最后一只，最后一只身上还有很多的5卷，我连最后一个都想开了，其他蛮多活动都会送这个分身卷轴，啊，其实资源量差蛮多的 ，OK， 来，强化起来，加八来了，加九，直接上加九了，大家已经不要炸。当我没说，再买一个。好妖啊，怎么脸有点黑啊？来一个幸运之弓吧，幸运的蓝烟弓，给我来个加九，加九直接上，一路冲上去，凶啊，凶啊，再来，靠腰嘞。把他这个卷轴也耗一耗了。想要弄个加九的，想要升级一下我们的武器，把它直接吃干抹净。这加六至少给我一个了吧？我拿回去本尊冲。哎 ，OK， 可以的吧？对不对？这样总可以的吧？拿回去我的本尊冲。那天你从我家门前过。你拿着水往外泼，泼在我的皮鞋上啊！路过的行人笑啊笑呵呵，你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，只是用你的马脚看着我。来了，哇，很
么东西？该领的领一领。还有什么蛙哥？好像差不多了，这个缺个100关。好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这个鱼牌拿来吧，快没了。鲑鱼牌。先去挂好，挂好之后，我们就来开始点我们的武器了。来了，看，今天有点上脑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有点上脑，先看一下能卖的先卖啊。这个是便宜的，我们自己拉的。五卷没有能卖的，好来了，来过。加七来了，加八过，加九，各位观众气再来，加九来了，我要换工了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各位一路支持阿贝到现在，我要换工了，干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这个分享呢，就到这边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阿贝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